热热天气喝这个冷冷的Dead Ice哦，最爽的。可是哦，为什么呢？淡淡的哈，而且你看那些冰哦，已经是融化掉了，所以这个 Dead Ice 哦已经是变成清水了。 而且整个 plastic bag 外面全部是水，冒汗湿湿的哟。Uncle，what are you doing？ 什么 uncle？ 你在讲话 ？This one very the not 环保啊 ，plastic 带你拿一装冷饮，当然滴到满地都是。而且你想一下，你拿一装热饮的话，塑化剂很严重。 Hello， 用 Tumbler， 用冷热双霸杯好不好？你看这个双霸杯，哎，看起来很好用哦，是不是很贵的？ 我跟你说，今天买三送一，只需要139令吉啊！来来来，诚心最好看吗？每个拜六礼拜一点钟，我们诚心推荐给你呢，最划算、最超值的产品啦！是的，没错，星座秀诚心推荐给你 Leiden 的冷热双霸杯，有真空、断热、保冷、保温都非常合适哦。没错，今天呢，我们要给你的这个巨无霸的容量哦，是可以保冷18个小时，保温8个小时，哇，真的是很厉害呢。是的，你家的 Tumbler 冷热双霸杯做得到吗？做不到的话，请看过来，森林是不锈钢的一个材质哦，而且有的是双层高效隔热，杯外不冒汗，而且也不容易滑落，非常的有手握感。对啦，你看一看，我们给你3杯装的套组啊，只需要139，哎，很划算呢。是不是？而且最主要是有买就有送，哇，额外再送多一个冷热双霸杯，还有两个杯托，两个清洁刷，以及两个不锈钢的吸管哦。不止啊，你先看一下15个15容器，我们送给你哦，还有22 CM的精美砂锅，就只有今天呢，这么一种只高达280令吉80线，各位朋友真的不要错过，赶快用我们CJ Wow Share手机来买呢，还可以获得5%的WOW购积分，下次购物可以扣7令吉哦。欢迎光临诚心最好康年初八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是更年轻诚。大家好，我是星星。新年快乐！这你知道在过年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一定经历过了哈、哦，比如说喝很多的东西啊，冷冷的，一下子呢，它就已经是冰块融化了，甚至是呢完全没有冷的感觉，所以今天呢，我们带给你这个产品呢，你一定会用到喜欢的哈、哦。是的，它除了可以保冷之余，它又可以保温呢，而且最主要。 是什么？各位朋友，今天买3送1，一共有4个 Leiden 的冷热双霸杯哈。重点是，你看哇，荧光闪闪的，一看起来就非常的 premium， 非常的高级。对，这是不锈钢嘛 ，SS304的材质来的哈。而且呢，这4个哦都是 900ml 大容量，可以装很多个 冰啦、椰水啦、冷气饮啊、冷饮等等。而且我们还送你2个杯托呢。是的，没错，2个杯托之一，还有2个。 不锈钢的一个吸管，以及我们的这个清洁毛刷，再来诚心最好康帮你要到的一个好料，那就是15件套 15 Lima Blast 这个 container 食物容器啊，哎，可以装很多东西哦。对呀，而且最主要是你看到那个瓦煲吗？哇，可以拿来煮意面汤啦，也可以拿来煮沙煲鸡饭，多好。所以我跟你说。 星星家不止1set啊，我有2set。为什么呢？因为我每一天去 office 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女人最喜欢喝这种红枣啊、橘子水嘛，对不对？你在前一天，你先把它给泡好之后呢，你第二天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就倒下你的这个热水，记得把中间的那个呢灰色的这个塑料盖呢把它给开起来，这样呢它的那个热空气就可以透风一点点。而且最主要是，我跟你讲，它的这个 size 完完全全是fit好好可以放下去我们车子里面的那个杯托的。对呀，哎，你知道你在 office 做工哦，天，那个冷气很冷很冷啊。是。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冷热杯呢就好了啦。最重要是，你看一下，现在哦，我们的这个 Leiden 的双霸杯放在这个冰块上面哦，是感觉到很冷很冷，对不对？是。可是就算呢，我现在直接倒入我的热水啊。 这个热水是刚刚煮滚的，差不多整个100度的了哈。我不知道如果呢，它现在被这冰块包围着了，它会不会很快就冷却掉呢？会吗？来，我们用这个测试温度计来给你测试，是最准确的。10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OK， 大家看一下哦，现在呢，我就将我的这个温度计呢放进去。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到底呢它的这个温度现在是多少 ？OK， 你可以看得到啊，有看到吗？我们的这个温度计的那个温度一直在攀升，哇，现在已经去到多少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呢，可以算是什么？就是很高很高，就是我们的这个温度。来，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就调去呢我们的这个呢摄氏度 ，OK。那当然呢，这个你看一下，我们呢同样的哈啊，92.6。C， 也就是我们的摄氏度，我们先放这给你看 ，OK， 我们没有作假，旁边有一个 column， 我们没有在动任何的一个手脚，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demo 先，我们等一下再回去看。对，因为我们说呢，它保冷的时间是高达18个小时，保温的时间也是有8个小时那么久。那现在做了这个试验，你要看清楚，现在它的这个 mugger 里面呢，也是有一个冰淇淋，我也是有冰淇淋，看里面没有水的，看到吗？嗯、没有水的，干净的、啊。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它放进我的这个双泡杯，放进 mugger 里面。然后我们开我们的煤气炉 ，OK， 开了开，然后就将它放上去。然后这一个动作呢很危险，各位小朋友在家不要示范哦。你看我一直烧我的这一个我的这个双霸杯哦，你自己看一下。哎，当你在烧它的时候啊，其实里面呢就已经是很热，小心哦。是， okay? 没错。然后你自己会看得到说，哇，那个 mugger 啊，里面那个冰淇淋啊。很快它就融化掉了的，你知道吗？是的，没错。而且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要把那么极限的一个动作做出来给你看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要给你看到是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呢，可以算是我们的东西哈，它可以去到多么的一个极限。我们下面是火已经开着了，然后旁边继续在加火，哎，而且呢，最主要是里面的一个 ice cream 到底它会有怎样的一个反应，这是最明显，我们也最想要让你看到的。一个呢差别好不好？对，你看一下，我已经烧到变红了，看到吗？这一个冷热双泡杯这边已经红了，哎、你的那边已经融化了那个 ice cream 啊 ，OK， 好，来，我可以关火了了啊 ，OK， 哎、最主要是什么？我跟你说，我的 ice cream 除了融了吗？这边直接是着火的，是多热的一个情况，看到吗？着火了，哇，很夸张，对不对？所以你想象得到里面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 ice cream 吗？可能它就已经是融化了，是吗？可是我现在直接哦，将我的 ice cream 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一二三，没有融化。Hello， 你看一下我的变水了耶，你有没有看得到 ？Oh my god！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为什么可以差别那么大？所以各位朋友，我跟你说，你要买我们的这一个冷热双霸杯，这就是它的好处了。对了 ，OK， 如果它可以保冷这么好的效果，是那保温的效果又如何呢？我们再回去看看刚刚我们做的那个示范哦。这个保温杯就被所有的冰块包围着，里面的热水到底有没有降温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温度啊。是的，来你看一下，现在是91.9，我们刚刚呢帮你测试的时候呢是大概92这样，哎，才下滑不到一度哎，你看到吗？对啊，所以等于说，如果你晚上想喝一些温水，你的爸爸妈妈想喝一些温姜水啦，或是温岛水啦，你可以直接将它们放在杯子里面，就算睡在冷气房里面哦，哎，长达8个小时，它都是温温热热的，你知道吗？没错，而且星星自己本身哦，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也是把它带去日本，因为日本很冷，但是你里面又暖暖的一个水可以喝，而且你不要忘记今天的套组啊，买三送一，所以全家大小一人一个冷热双霸杯，有的就是 Leiden 的这个900ml 的冷热双霸杯，额外我们再附送给你多一个冷热双霸杯，两个杯托，还有两个不锈钢的一个吸管，以及我们清洁刷。真的哎。你知道吗？今天这个砂锅真的很漂亮哦，因为我们是送给你的啦，所以呢，真的不要错过。平常呢，我们都没有送这个砂锅，而且呢，我们送那个15个的食物容器啊。各位邻居，你不用再花钱去买了，通通拿回家。因为这个冷热的双霸杯呢，说实在很好用，也很安全。你知道为什么吗？首先你看一下哦，如果你用这个，哎，我们已经卖出38套了，谢谢大家。如果平常你用玻璃或是陶瓷杯来装这些冷热饮的话，它很容易碎，很容易冒汗。如果你用塑胶或是美耐屑的话，它遇热会散发出那个塑化剂哦，不是很安全。然后不锈钢20系列呢，2000系列，它是工业用途的，不耐酸碱，会腐蚀。就只有这个不锈钢300的系列，就好像 HS304 呢，才是食品级的不锈钢哦，所以它是耐酸碱、抗腐蚀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双八杯呢，就是不锈钢304的材质来的。是的，没错，口说无凭，我们直接证明给你看。要怎样证明呢？那我这里手上呢有一个梦的检测液。如果今天哈、我们的这个呢杯子哈、它不是304是不锈钢的话，它是有一个反应的。这个反应，我跟你说，你会吓到。为什么？就很像哈、你在你的家，你用一个不是304不锈钢的这个杯子来喝水装热饮的话，你看到吗？它开始在怎样？变颜色了，开始在腐蚀了。因为呢，这是什么？它表面的那一层哦，不是304不锈钢的，它就会怎样？它就会腐蚀，腐蚀了这一些化学物品会去到哪里？我们喝下肚子去。也好恐怖哦。OK， 我直接给你们看一下了，我们有证据的哈。是的。那如果它是 HA304 的话，它是没有颜色的。OK， 可是你自己看一下，如果它不是304，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了，看到吗？啊。你看到吗？粉红色的 ，Oh my god， 这根本就是我们家铁门的不锈钢来的，会生锈的那种。对，可是相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就是双八杯，就算现在我们抹掉它哈，你看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就证明什么呢？它就是纯的 HA304不锈钢了。哇，哎，差别很多哎，你看到吗？它完完全全是怎样没有掉色的一个情况哦，那只是我们的这个水剂的一个硬来的，你看到吗？这个是完完全全那个颜色变成粉红色了嘞，哇，很恐怖。你想一下，你在家你要装热饮，你要装冷饮，你要用哪个杯子来装嘞？我跟你说，之前我们卖这个双八杯的时候啊，那个销量真是吓人的，很受欢迎了。我给你看一下证据，之前我们呢已经卖出了1589套那么多，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买的话，是时候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口碑也是一致赞美的，非常的厉害。你自己看一下，他说哇，很快收到货了，而且呢，我已经是第二次买的哦，我的朋友家人都很喜欢。另外他们说呢，哎，你在家哦，你要装热水哦，哎，超过12个小时还是温热的，很值得买。你看一下，哇，冷热都可以嘞，大部分都是给5颗星。哎，你要知道，我们也是免运输费 free delivery 将产品送到你家的哦。真的，而且哥，你知道吗？今天买最聪明，为什么？因为我们额外再送给你一个瓦包，还有15件套的一个食物容器，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不要再用这种纸杯啦、plastic 袋啦来装你的饮料，好不好？对，各位朋友，你像如果你去打包热的咖啡、热的茶，这个它会融化 plastic bag， 那个塑化剂被释放出来，你吸进身体里面，你觉得会健康吗？这个纸杯它很烧很烫、而且喝下去啊，有时候呢也觉得不好喝，也不耐温呐、很快呢就不热了了。而且你看一下这个，一看那个瓶子就走形了，代表什么？装过热水的。我的天哪，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的一个身体，好不好？而且哦，妈妈会跟你讲，哎，哥啊，可不可以打包那个千多给我 ？Hello， 打包回去哦，都变水了，你看到吗？上面那一层。对，不好喝，没有味道了。外面全部冒汗了、你看到吗？这个全部都是汗珠啊，外面桌子全部湿到完了、所以这一切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来的。各位朋友，你如果坚持要用这种方法来打包冷热饮了，也可以。可是今天我们给你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你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双八杯，还有杯托，然后里面呢，你还可以装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些奶茶啦，是的，还是些冷饮啦，你看可以装进去里面，因为呢它是一个真空隔层，所以呢它可以保住里面的那个温度，真的，所以冷的继续冷，热的继续热，然后给你这个托杯呢，就是方便你拿啦任何的饮料，你懂吗？哎，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坐 MRT 的时候啊，不是一只手，你要抓住那个等装 bus 的时候，这样嘛，你就可以拿住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有给你这个不锈钢的一个吸管，你就这样插下去，你这样子就可以喝了，这很方便，拿得稳稳的，多好，最适合我们女生了。而且我给你看一下，你还可以去打包什么千多 ice 卡枪，你看到吗？哎，这个是我们早上呢去打包回来，可是现在还没有融哦。你要记得，它保冷的时间是高达18个小时。保温是8个小时，哎，现在喝吃的话还是冷冷爽爽哟。你看那些饼干，你看里面的冰还是非常非常的怎样，就是呢可以算是结实的啦，因为呢它完全没有融化的一个情况出现哈。你看，哇，各位朋友，厉害，都是冰沙呢。OK， 所以在马来西亚这么热的天气呢，有这个双八杯是最好了的。是的。再来，我跟你说，
这个900ml 的大容量哦，嗯、它可以装很多很多的饮料。到底是怎样的概念呢？900ml 大家不知道嘛，对不对？来，不用担心，你家里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玻璃杯，对不对？我们每次啊，就是招待朋友的时候啊，有客人来的时候都会倒水嘛。你看这一个冷热双霸杯900ml， 既然可以倒出一、二、三、四、第五杯，可以做到吗，哥？可以，你自己看一下啦。所以嘛，你要喝很多的咖啡啦、茶啊等等啊，其实都可以，你自己看一下。哇，这么多嘞！一二三四五，五杯，赢了，真的赢了。我们要的就是大容量，可是又可以保冷又可以保温。你如果要拿来冲泡那些啊，就是谷粮啦，甚至是那些啊装那汤水也 OK 啊。是，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你看 ，everybody， 我的手啊，拳头啊，是可以整个放下去这样子洗洗洗，隆隆隆的，你看到吗？哎呦，你家的这种 tumbler 肯定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只可以这样子挤挤挤挤挤泡，这个整只手你可以这样子转圆圈洗干净，而且你觉得不干净呢？还有这个，我们给你的毛。你还可以这样子撩它里面呢，多么的方便。然后这个之外哦，我们也可以拿来怎样，就是来洗你的不锈钢的吸管，它很创意啊。OK， 当然大家看一下哦，如果你要吃早餐啊，有时候你很赶时间出门哦，你没有时间。OK， 我教你，你直接哦就喝那些谷粮饮嘛，对不对？是的。你可以直接呢将它倒进去里面，然后呢再加入一点烧水，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方便。你看早上出门真的不要挨饿，可以暖暖胃，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一边开车一边塞车的时候，哎，你可以这样随手就拿起我们这暖暖的谷粮啊，还是我们的这个麦片啊来喝。哎，你去到 office 的时候，我跟你说，你是精神奕奕的哈。对，可是呢，你看一下，我就算我倒了热水进去哦。它完全不热不烫的，哎呀，这个就是因为它是真空的隔层，对呀，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装热汤、热粥、热水、热咖啡，它都不会烫伤你的手。这个隔热非常的好，你看一下。是的，而且很好握，我很喜欢它的一个手感。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今天你买是最 lucky 的。为什么？ Everybody， let's see， 今天额外澄清最好康，额外哦再帮你要求到。这样多啊，15个的这个呢，食物容器之一，还有一个，哇，我们的这个阿波豆腐也可以呢，这样来煮哎。对，雷姐，我们今天给你的真的是限量的啊，我们帮你争取回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要这四个保温杯啊，就是双霸杯，还有呢砂锅跟食物容器的话，马上拨打我们热线1800180808，或者用 CJ Wowshare 的手机来抢购啦。十分钟过去了，你看一下旁边的那个水壶，它的外面全部都是水珠，好像流汗似的。可是我们的 Leiden 呢，一点水滴都没有啊，干干净净。我们倒入呢是温的咖啡，其实已经是可以喝的啦。如果热气太强的话，记得把这个泄气孔打开，这样子呢蒸汽就可以跑出来啦。装了热咖啡之后，哇，这个杯子是烧烧的，热热的。可是我们 Leiden 的呢，哎，还是冰冷冰冷的哦，完全没有那种烧烧的感觉，好厉害。现在是3:29，等一下7:29，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双霸杯保冷跟保温的结局如何。好了，我等不及了啦，差不多3个小时了，我们先来验收一下成果啊。哇，没有冰了嘞，现在是冷的，可是完全没有冰块。那我们的Leiden双霸杯又怎样呢？大家自己看一下，还有很多的冰块都没有融化，3个小时了嘞。现在来试喝刚刚放了3个小时的咖啡，它已经变凉了，不好喝。我们的这个Leiden的双霸杯呢？还是温温的，还是温温的，哇，这个保温效果真的是很强哦。那各位朋友，我们已经卖出180套了。活啊！谢谢大家支持啊！那首先我一定要大力推荐给所有的上班族朋友。那各位爸爸妈妈，如果你的孩子呢，他们是做 office 工的，每天待在冷气房里面了，是不是觉得说，哎呦，如果啊没有喝一些比较暖的温的饮料呢，整个人才好像感觉到比较冷一点点哦？所以这个双霸杯呢，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就算你冲泡了，
热的咖啡哦，它可以帮你保温整八个小时这么久，而且我们那个杯子啊，它是防烫的嘞，因为它是一个真空壳层，所以就算多热的水你放下去，你抓着也不会觉得热的啊。哎，真的，而且特别是女生，女生一定要常常把你的身体 keep warm， 就是保暖嘛。所以其实自己本身呢，我每一天都会泡那个红枣枸杞水，然后呢，你看我里面就会装下这个热水嘛。但是你会发现到，哎，如果我们用平常的这种保温杯的话，你去到 office 啊，你刚下车而已，你的那个呢，可以算是里面的那个温度哦，就已经下降了，一点都不烧不温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冷热双大杯啊，我去到 office， 我化好妆，我进到 studio 开播的时候，它还是温温暖暖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双层隔热断热的一个好处。我跟你讲，之前我们诚心可康呢是有卖过一次，我不懂几十了，可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卖超过1589套，可想而知多么的受欢迎。是的，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哦，大家都知道这个双发杯很好用，是你可以看网上啦，或者是 YouTube 很多人都有分享哦，他们用这个来做什么东西？你看很多人用了的，他们就留言说啊，很好用啦，家人朋友都很喜欢。哎，它是 repeat order 哎，他买了又买哎，而且呢可以装热水哦，高达12个小时这么久，其实是高达18个小时啊，保温保热都很好。是的，而且 fast delivery， 你看 hot and cold also can I like it。我跟你说，这些留言是要有买过的朋友才可以回到我们的网站上给我们的这些留言的啊，不是作假的啊。而且我去过那个医院，我去探病的时候，就有人认出星星来了。星星，你看，他就直接给我看了，你看。我在用着那个冷热双霸杯，而且他跟我说真的很好用。你知道他拿来做什么吗？在医院没有碗嘛，他拿来煮快熟面吃。哦，对，也可以。我跟你说，因为它是防烫的，就算你要装热粥、热汤，你炖的汤哦，你要拿去要给你医院里面的家人朋友喝的话，都可以，因为它可以保温啊，或者是保冷。那再来，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天气很热的啦哈。那如果有时候你想喝冷冷的椰水，打包 ice 加姜煎多，哎，你用 plastic 杯你打包了，回到公司回到家半个小时，它已经融化了。是的，哪里还好喝，哪里还好吃呢？真的，而且如果你的儿子啊，你看250套又在卖出了。谢谢大家。来 ，everybody， 现在电话一直在持续占线当中，但是聪明的人一定知道要上网购买，赶快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all Show， 因为上网购买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电视的这个。荧幕，然后呢，你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WOW购积分哈，所以上网买的话会是更加的快速，而且更加的便宜，你可以累积到7令吉的现金回扣。哎，最主要哦，如果你家的孩子啦喜欢踢足球啦，喜欢打羽球啦，然后又很喜欢喝龙饮的话，我跟你说，买这个杯子回去给他，因为哦，他打完了一场羽球赛哦，他的那个冰块哈、啊、放在那个杯里面呢、啊、是没有融化的嘞。哎，那是真的，因为有时候我有买过那些冷饮啊，就是去打球嘛，然后你如果没有双胞杯，让你放在那边了，一下子它就已经是不冷了。283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而且。它会冒汗，而且就是漏水啊，你知道吗？漏水啊 ，OK。可是你用这个双发杯，你不用担心那个冰块它会融化掉，然后使得那个饮料不好喝了 ，OK 啊。是的，而且我星星买过了2套之后，我还是觉得今天的套组也太值得了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很多 free gift 啊！你看一下啊，我们额外再送给你多一个冷热双发杯，所以总共有4个。是的，然后再来啊，一样 size 哈、啊，我们没有偷工减料给你小 size 啊，是一样 size 4个。然后再来有我杯托，然后2个不锈钢的吸管，还有呢我们清洁宝说还有这个22cm 的砂锅送给你，哎，这个不用花钱去买，我送给你，你的妈妈一定要拿来煮东西的，对不对？对、啊、这个可以派上用场，你买2set就2个了，15个食物容器，15个就只有在诚心可康，你下次买我不担保有这种赠品啊，所以你看到了的话，你要你就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呢错过了肯定你下次会很后悔。我觉得老板是疯掉了啦，你懂那个赠品的总价值就要价280多块，哇，但是我们姐整个套组啊，你带回家就是一摞摞的东西啊，只需要139令吉，所以你
看到我们的销量已经是节节上升了，308套了啊！你要买的话就赶快，而且我们现在热线呢、啊、真的热爆了，在线当中你可能要等个5-6分钟，如果不要等的话，赶快用我们 CJ Workshop 的手机来买 CJWorkshop.com.my 上网买，更快，还有5%的旺购积分。然后如果你之前已经有那个20块钱的现金回扣啊，今天你买两set，你买两set才270多令吉哦，你就直接可以扣20令吉了，因为你一家人哦，肯定是有4-5个人的，对不对？是的。你可以买回去哦，一人一个，那一个放在 office 啊，全家人都用得到。哎，而且老实说啦，其实一人一个是不够用的，我自己本身啊，我一个人要用3个。为什么你用这么多啊？你有3个？因为有时候哦，你会找不到那个杯子，你收去哪里？所以你一看到你随手拿了，你就出门了，这就是它的方便性。重点是4个才139。哎，说真的，这是很便宜了，出起来大概40多令吉一个不了。可是如果你在外头你散买的话了，都要60-70哦，是70-80令吉一个。所以各位朋友不要等了，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0808，或者用 CJ Workshop 的手机 App 抢购啦。拜六礼拜1点钟约定你了，因为这里有最超值的套组哦。是的，而且今天的这个套组是我们俩最爱的 Leiden 冷热双霸杯，还有的是真空灌热，保冷保温都可以哦。真的很强啊，你看它保冷的时间有18个小时之久，保温也有8个小时，而且它是900ml 巨无霸的容量来的，太喜欢了。而且最主要是它是超安全的这个材质啊，304不锈钢的材质，还有的是双层高效隔热，杯外不冒汗，而且不容易滑落，很有手感哦。真的，3个杯子只需要139令吉。哇，其实这个套组真的超级优惠，为什么呢？你看赠品有买还要再送给你，再送多一个同样 size 的冷热双霸杯啊，还有2个杯托，然后2个清洁刷，以及2个不锈钢的吸管。哇，真的很多东西哦。而且呢，我告诉你哦，这个砂锅跟15样的食物容器呢，通通送给你。这名总值高到281令吉83，很多就只有今天了。没有人这样子做生意的啦，所以大家赶快下载手机应用程式吧。上网抢购的话呢，你还可以额外获得5%的旺购积分，下次买东西啊，又可以discount7令吉那么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折磨这个Leiden的双霸杯，因为它很厉害，你知道吗？可以耐冷哦，整18个小时；耐温哦，整8个小时，这么久嘞。所以现在你看一下，我们已经将它哦被所有的冰块包围着了，现在再折磨它一下，是将这个高达100度的这个热水啊倒进去里面。是的，你想看一下，就是你去一个很冷的一个国家 ，OK， 外面呢、啊、都是很像多少度，2度啦，还是-2度啦那种啊，你手上就是要握着一杯暖暖的水，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杯子不保暖的话，它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没错，你现在看一下哦，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温到底是多少呢？它一直持续在上升当中，那你可以看得到说，基本上它是很烫很热的哈。可是如果它被这一个冰块包围着了，它里面的温度等一下它会不会下降呢？这个是很好奇的，因为如果你待在那个冷气房里面，哎，那个气温很冷嘛，对不对？你装那个热的咖啡来喝哦，如果你用这个双霸杯的话，它就可以保住里面的温度了啊。是的，没错。如果呢，我们说它可以保暖的话呢，那保冷的效果又是怎样？来，现在我们就要做一个非常extreme 很极端的一个 demo 给大家。对，它这个是 Marco， 我的这个双霸杯里面都装了冰块啊，小心啊。小心小心 ，OK。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因为如果它这个隔热啦，或者是它那个隔层啦，是真空隔层的话，现在就算我们放在煤气炉上面去烧它，然后还用过这个火枪来烧我的这个杯子啊，
你觉得里面的冰块会不会融化掉呢？如果它没有真空隔层，它会融化。可是如果我们是双泡杯，你看我已经烧到它红红了、昂昂了嘞，你看到吗？有，很夸张，看到哦。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到那么的极限？我们就是要看这个杯子可以去到多远，你看到吗？哇，那么大的一个火候，它有在怕吗？我跟你说，它完全没有在怕的。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哈，我们烧的红红这样哦，它的温度已经是可以高达怎样，把纸给沸腾起来了的嘞。真的 ，OK， 各位朋友哈，你看。看一下哦，基本上呢，我是已经是将我的这个双霸杯呢烧到它很火红了。你看，就算直接啊，你看我的纸啊放在这边，看到吗？有味，直接着火了。哇，很烫，够热吗？够热吗 ？OK， 你觉得里面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冰块会不会融化掉呢？现在我们就将它倒出来给你们看一下。OK，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别到底是如何。来 ，one two。你的全部融化变水了咯，我的这边没有水的嘞，各位朋友，厉害吗？同样的，刚刚我们将同样的这个火呢，就是来烧我们的冰块，可是那边普通的那个所谓的 Marco 啊，就是融化掉了，所以就好像平常你哦去打包 Ice Kacang， 打包那些冷饮椰水等等哦。你放在车里面半个小时，它就融化到完。可是你用这个双霸杯来打包这冷饮的话，里面的冰块不会融，所以等于说它不会影响你喝那个椰水啊这样的那个味道啦。真的很有quality，你家的杯子做得到吗？508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而且你看我们的 reverse 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哎，刚才我们放了一个温度计，而且我们做完了一个测试之后回来，它的温度还是依旧保持着吗？对了，还有啊，你看一下87度，因为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大概是89度啊，是OK， 88.2， 现在87.6，所以它只下降了0.6度罢了。所以呢，它在保温方面也是很强。记得你要买，就是要有一个真空隔层的保温杯，这样子呢才是呢可以保住里面的温度。而且我跟你讲，它口碑啊好到不得了。好的产品是自己会说话的哈，你看，就很多人呢纷纷给我们留言 ，This is a new repeat order， 他第二次买啊，而且他的 family 还有朋友呢好喜欢哦。最主要是 value to buy， 因为呢很值得，它又可以装热水，高达12小时。哎，他太谦虚了，其实可以18小时那么长。真的，而且我们是 free delivery 的，全部都讲很快就收到货了，而且 packing 很好了。再来，你要知道，你去打包任何的冷热饮的话，最好是用这个 HF 不锈钢300的系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用普通的玻璃啊、陶瓷啊，很容易坏，会冒汗。塑胶的啦，或者是美耐谢啦，你看预热它会塑化，是放这个塑化剂啦。不锈钢200系列呢，这是工业用途的哈，不耐酸碱，会腐蚀。可是相反的，如果你用 SES 300不锈钢的系列呢，耐酸碱，抗腐蚀，因为它是食品级的不锈钢。哇，就是喝得更加的安心。那我们口说无凭，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手上的这个是梦的检测液，是特别来测试不锈钢的这个怎样，就是呢我们的这个醇厚度啊。你看我的这个哈，我这样子点下来，我们的这个 normal 的杯子，而且呢这个 normal 的杯子哦，有些人在外面买这种杯子哦，他们也堪称是不锈钢，但是不锈钢有分很多 level 的，你一定要看好好，你看到吗？我们的这个哦已经开始怎样，我才点一点点而已，它已经开始腐蚀了，而且腐蚀的时候呢，你看到吗？开始变颜色，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学作品来的。为什么它会腐蚀？那就是因为它呢不是一个不锈钢，你以为它样子看起来很像 stainless steel 对不对？其实它外面只是一个 coating 罢了哈，它是化学成分来的。真的，如果你长期哦就是吃进这个 coating 的话呢，对身体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你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图哦，可以让你证明看一下哦，到底它是属于什么等级的？看起来像不锈钢，其实它不是，它是200系列，因为你看得到它的颜色了，这是工业用途的，不耐腐蚀。OK， 啊，这个真的是啊不好的这个。如果你装普通的水还可以，你装热水呢，这样就糟糕了了哈。是的，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我们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哦，我把我上面的这个梦检测液给擦掉，你看到吗？哇，它的那个差别很大嘞。
完完全全是没有在变颜色的。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呢颜色呢就是跟这边的差不多一样。这个就是 HS304 的等级了，你要买就是买这一种等级了，你懂吗？对、啊、而且呢我们给你的价格啊139个139令吉三个再送一个四个了，所以出起来大概46令吉一个，真的很划算，很值得。是的、啊、而且你不要忘记你今天带回去的哦，是品质保证。为什么？我们不惜一切花费成本把其中一个切开给你看啊。对，你自己看得到啊，它这边呢是一个隔层的，看到吗？这是一个真空隔层，所以等于说如果你装冷饮或是热饮呢，它可以锁住里面的温度，你懂吗、哦、所以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design来的。而且你的手在抓着它握着它的时候，你看握着它，你不会被里面的那个热水啊或是冷的感觉啊给烫伤你的手，或是让你觉得冷冷。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空隔层。是的、啊、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们今天 premium 非常高等级的一个材质，只需要139令吉，买三送一，再送你两个杯托，两个不锈钢的一个吸管，两个清洁刷，以及额外澄清最好康，再给你一个瓦包，还有15件套的食物容器呢。真的，那各位如果你有习惯哦，就是常喝那些热的咖啡啦，啊，或是打包的杯啦，记得638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记得这种 plastic 杯哦，你打包热的咖啡哦，肯定它会融化里面的塑化剂，喝下去对身体不好，而且你用这个来打包更惨，你看走形啦，这些它就融化掉了，然后又冒汗啦，对不对？真的、啊、不要再用这些东西了，好不好？今天我们给你一个绝佳的一个方案，你看到吗？这个冷热双霸杯，它除了可以是一个杯子之余，哎，妈妈们不是每次要 heat up 就是弄温那个奶瓶吗？你看那个奶瓶啊，这样子放下去是可以怎样直接把它给盖掉的耶，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它的容量有多么的大，你看真的很大很大嘞，各位朋友。而且呢我告诉你哦、嗯、你甚至还可以去打包什么，打包一些冷的果汁来喝，你看得到、哦、哇，早上到现在嘞，它的这个冰块哦还是非常的结实的，你知道吗？搞搞的，看到了哦。所以如果呢你在大热天气你想喝呢冷冷的汽水啦、椰水啦，甚至 ice 卡酱啦，你用这个来打包，你放在你的 office， 放在你的家哦，18个小时它依然还是冷冷凉凉爽爽的。真的，所以你今天要买就买最好的，好不好？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直讲说它是900ml 的大容量，900ml 大容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那大家家里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玻璃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倒给你看，哎，它到底呢一个冷热双霸杯里面可以倒出多少杯的咖啡呢？ OK， 现在基本上呢已经倒出了两杯，接下来第三杯你看一下，第四杯 OK， 然后呢就有第五杯了。对，哇，到底可不可以有那么大的容量呢？我跟你说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大的容量，那就是因为我们不用一直跑上跑下楼梯去装热水啊，你坐在你的 office 桌哦，你一整天喝这个900ml 的水，我跟你说都是非常充足的，而且从早到晚那个水的温度还是依旧保持在那里，这就是给我们方便的好处。真的，因为你的老人家，你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啊就是睡在房间里面开冷气啊、嗯、晚上想喝一些温温的红枣水姜茶了、啊、哎，你放在里面哦啊，就算你开一整晚的冷气，它里面还是温温热热的啊。是，而且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的这个哦就褐色的东西你先开掉它，泄气孔、嗯、然后呢你再开我们的这个可以算是炖汤，你看里面热热的还在冒烟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呢去外面呢打包什么老火汤啦还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最喜欢就是怎样回到家还是可以喝到热热的感觉，你看到吗？真的就是这样，超级无敌方便。哎，如果你去打包、哎、你用那个 plastic bag 然后是 plastic 容器来装的话、嗯、它会释放那个容器，你看现在呢它还是冒汗啊，释放塑化剂冒烟，如果那个塑化剂你常常喝进肚子里面肯定就没有那么健康了。是的，最重要是今天只有今天诚心最好看了，为你争取回来这么多赠品，15个食物容器，还有这个砂锅，我们通通送给你了，139令吉，有这么多东西，还等什么？赶快拨打我们的线啊，1800180808，或者用 CJ Wow Shop 的手机抢购吧。
十分钟过去了，你看一下旁边的那个水壶，它的外面全部都是水珠，好像流汗似的。可是我们的 Leiden 呢，一点水滴都没有啊，干干净净。我们倒入呢是温的咖啡，其实已经是可以喝的了。如果热气太强的话，记得把这个泄气孔打开，这样子呢蒸汽就可以跑出来啦。装了热咖啡之后，哇，这个杯子是烧烧了，热热的。可是我们的 Leiden 呢，哎，还是冰冷冰冷的哦，完全没有那种烧烧的感觉，好厉害。现在是3:29，等一下7:29，我们再看看这两个双霸杯保冷跟保温的结局如何。好了，我等不及了啦，差不多3小时了，我们先来验收一下成果啊。哇，没有冰了嘞。现在它是冷的，可是完全没有冰块。那我们的Leiden双霸杯又怎样呢？大家自己看一下，还有很多的冰块都没有融化，3小时了嘞。现在来试喝刚刚喝了3小时的咖啡，它已经变凉了，不好喝。我们的这个Leiden的双霸杯呢？还是温温的，还是温温的，哇，这个保温效果真的是很强哦。各位朋友，我们已经卖出788套了，真的是很多很多，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们。其实我跟你说呢，其实我们之前呈现最好看呢，我们在推荐大家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已经卖出1589套那么多，所以证明它是很畅销、很受欢迎的哈。是的，而且你今天买的话，你更加的 lucky。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我们额外哈帮你要求到的就是再给多你一个瓦煲，你可以拿来煮我们的这个意面汤啦，还是拿来煮任何的一个食材啦，拿煲鸡饭也可以啦，以及15件套的食物容器。Everybody， 只有今天现在你看到这场直播才有 extra free gift 的哈！真的，就算你不是为了 free gift， 你为自己着想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啊，你在天气热的时候，你想喝一些冷冷的汽水、椰水、ice 咖酱、煎豆，你用 plastic bag 打包哦，哎，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它是不是已经融化到完了？所以喝下去只是冷水罢了，没有冰沙的口感，哎，很不爽了哈。可是今天如果你用Leiden的这双霸杯啊，你打包回到去啊，我可以保证它里面还是有满满的冰沙，而且非常的冰凉，很好喝的哦。是的，不管保冷保暖呢，它都是非常的好用。如果你家的孩子啦，他们比较喜欢那种户外运动的话，又很喜欢喝冷饮的话，我真的建议妈妈赶快把它给带回家。807套已经卖出了，谢谢大家。我跟你讲，现在我们的热线是战报当中的，如果你不要等的话，你赶快上网买 cjwallshop.com.my， 用我们的 app 买，你就看到左边那个小萤幕，只要找我们的 Leiden 的这个 Isulated Tumbler， 你就可以买到了 ，and buy now 就可以了。还有5%的 Wow 购物积分哦。是的，没错。而且我们今天送给你的礼物啊，额外帮你要求到的哈，是非常值钱的。像是我们的这个瓦煲，你在外面买哦，大概都要整60多块哎，对不对？真的。然后还有15件套的食物容器哈，也是非常昂贵的。再一次给你强调，单单今天的赠品的总价值就已经是280令吉了。所以你看，老板是不是疯掉了？所以你赶快一定要抢购。像是我们女生最爱喝就是红枣茶啦，还是呢，如果呢，你喜欢呢，就是喝热饮的话呢，一定也要把我们的这个冷热双霸杯给带出门。为什么？有些时候你去到 office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吗？就是我们的这个呢，里面的这个热饮哦，都已经没有温度了的。怎样叫做热饮哦？但是这个保暖可以高达8小时，保冷可以高达18小时。真的，哎，我教你哈，如果你有跟你的朋友啊去一些地方旅游啦，比如说好像去 Skinchang 的那个热浪沙滩那边哦，很热，对不对？可是你又希望一直喝到冷饮啊，你直接将你打包的椰水冰块满满哦，你带着去那边，一面逛一面喝那个椰水，多么舒服！而且它的那个杯子不会冒汗，会导致你的车子啊都是水。OK， 这个就是它超强的地方。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哦，无论你在室内使用或是户外使用呢，它都不会让你觉得很不方便啊。是的，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它的这个设计哦，真的太聪明啊！它下面是比较瘦小的，所以哦，我们车子的那个呢，就是车的背波哈、是完完全全 fit， 你踩 brake 的时候都不会打翻的那种。那是真的，而且它的杯口啊很大一个，
所以你要装什么东西都可以。哎，我教你啊，如果你去打包那个热粥，是，甚至是炖汤等等哦，你装在里面啊，哎，你放心了，你打包回家去喝，它也是热热的，是，去吃也是一样。就算是医院探病哦，你的家人朋友也是可以喝到温暖的粥汤了、啊、哈。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很方便洗，装粥、装汤、装饮料、装冷饮都可以。所以大家不要再等待了，赶快拿起电话吧，1800180808，或直接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CJ Workshop， 把 Leiden 冷热双八杯给带回家吧。来，朋友，晨星早康，拜六礼拜一点钟跟你有约哈，记得，我们这边有最超值的套组哦。是的，今天绝对不要错过这个三杯装的套组 ，Leiden 冷热双八杯，哎，只需要139令吉耶。真的，而且呢，我们还多送你一个双八杯，杯托两个，还有清洁刷以及不锈钢的吸管，好多东西送哦。一共有4个冷热双八杯，而且晨星帮你邀请到的就是15件套的食物容器，还有。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精美的一个沙包，赠品的总价值281令吉80仙了。来，各位朋友，如果呢你在家煮这个快熟面的话，我教你，你直接可以呢将它丢进去我们的这个双霸杯哈，然后呢倒入热水，甚至是呢先将所有那个调味料啊就倒下去先 ，OK， 倒下去呢，然后再热的水倒进去，你也不用担心说你会烫到你的手，因为我们是真空隔层的啊。是的，哎，而且哦，我很喜欢的是什么？每一次呢我们在煮这个杯面的时候，不是都是 plastic 杯的吗？你在喝那个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有什么，有那种 plastic 味啊。真的，它会融化那塑化剂，这个。这是食品级 HS304 的不锈钢，所以你可以安心使用，不用担心了。再你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杯呢，容量超大的，还可以装入一个奶瓶嘞。当然，为什么我们要把奶瓶给放下去？你不要忘记啊！你看，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呢，关起盖来把它给 heat up， 就是因为呢，我们有双层隔热，所以里面的温度够高够热，才可以把我们的牛奶给 heat up 温热起来。对，对，妈妈，你绝对是需要到它的，而且呢，你自己看一下，我们就算是装这个 ice cream 啊，这个 ice cream 你看它还是可以保持着非常的坚固了，很保冷很冰冷，你知道，所以如果大热天你要吃 ice cream， 吃那个喝那个冷冷的椰水，你用它，它可以保冷成18个小时那么多，好厉害。而且最主要是煎900ml 的大容量，大容量的好处就是什么？一次锅你装满水，你可以喝一整天，你不用上下楼梯，你不用进出厨房那么多次。你看900ml 的概念到底是如何呢？你看，现在我是装下去呢，就知道了咯。OK， 所以呢，平常如果你想喝多一点的咖啡啦、冷饮等等呢，它绝对是装得到够的哈。一包的这个椰水绝对没有问题，难不倒它。你看一下。很多嘞，看到吗 ？Amazing！、啊、一个杯子竟然可以倒出5杯咖啡那么多，而且最主要是什么？你不要忘记，它好像是流动的一个锅子一样，煮面完全都不是问题。而且你看到吗？短短的2分钟，它的那个烟呐、啊、还在冒的啊！对，可是你看，我手现在在抓着它，却完全不热的，因为它是真空隔层，煮的这个快速面已经是熟了嘞，很厉害嘞。最重要的是，你今天。一定要买啊，因为呢我们给你3个这个双霸杯，再多送你一个，总共4个才卖139令吉，所以出起来一个大概46令吉不了啊。我们还送你砂锅，平常没有送的，还有15个这食物容器通通都送给你啦。是的，来 everybody， 你看一次过4个那么多，只需要139令吉，而且还有送你很多礼物哎，这么多赠品，所以如果你不抢购的话，下次没有这么多赠品，你不要后悔了。总而言之，赶快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180808，或是上网去买咯 cjworkshop.com.ly。明天1点钟，我们准时再见。